出一百两，我叫阿哪，两百五百嘛，两百三百嘛。等我一下吼，啊，赚一百无哦，啊，等，使糊弄嘞。来好，两买三斤外卖四百开三百，再吃三百，无三百，你还无一个来，两百都来，两百块，你唔要搁你讨，你死啦，还只啊两百，两百块，来，来就做，来，来，迄个准只买两一百，都一百块。怎么吃？我最后一位一百块，怎么吃一百？有人要来无？我最后一位一百块。啊，可以了，来，我讲来，吼，这块怎么吃？这老无这啊？哦，这嘛不要这个吃，飞机还当用钱的。我只会用钱啊，对啦吼，飞机用钱好吃，用钱的啦。阮这个个袂歹，是正好吃，见到好啦无？哦，反正飞机较爱，哦，反正飞机嘛就对啊啦，好啦，要吃几下，看怎么吃无？莫讲一包卖偌济，三百两百无？哦，飞机员啊，安尼啦无？我讲来啦，两包卖四百，吼，两包两斤卖四百，开三百，再一只最好一个三百，来一只飞机员三百，无用，你还无来啦，再一只飞机员嘞，我就一个两百，都，我最后两百块来大啦，嘿，大着啦，我讲来啦吼，要一只飞机我就一个两百，都飞机员什么钱的，吼，这只孙仔吃，袂使甲你讲囡仔，囡仔拢大汉啦，来讲真嘞，即摆讲孙仔，吼，我就一个两百，都，我最后两百块是要吃到两百块，来一只无飞机我就一个两百，飞机员，飞机我就一个两百块，什么钱？你们好好吃完。无吼，飞机员两百，我听话吼，我一在边仔卖房，见到卖拖平，安尼无？飞机员啊，头过来，时间要几摆前来好啦？我讲来啦吼，这蛤蟆啥物事啊？剩这尔嘛无啊？蛤蟆吼，煮汤好用，来一百块来倒，我等下吐沙。我讲真个啦吼，这寒天来吐较久个哦，来，我一百块蛤蟆块钱就一百，倒去卖块。吼，一斤九十嘛，这十四超过一万，当一百就对，剩下卖讲啊来，见到好来。我你食较济嘞吼，一百块来倒来，好起安尼啦，一百倒来一百块，蛤蟆来。安尼好无？蛤蟆一包无啊，来，我问一下吼，你在座蛤蟆食鳕鱼、鲑鱼这类的无？鳝鱼、鲑鱼啊，到蛤蟆食这类的物件，拢无吼。好啦，我紧来，我讲安尼啦吼，我袂食迄啰鱼汤，我无鱼汤来，鱼汤来，来，来，迄啰，来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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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哦，煮不了吃，这边就可以买很多。哦，炒三杯，可以买一箱。炒面，煮就是豆腐水，那会使你就对啦。我讲我招财都几个进好啦，我早一箱也卖无几个人啦。我看你有兴趣无？这叫啥？头先恁买迄叫蛤蟆嘛？啊，这叫啥？海龟子、海瓜子肉啦。哦，海龟子的肉单肉尔无壳的啦，拢处理好啊。你这食了煮就好食，进好，剩了我卖甲你加讲好无啦？要食我讲，细包一片一包拄好。卖讲一包卖偌济，百三百二来，进头来，我卖啰嗦啦，好无啦，进头来，吼，卖讲一包百三百二来，搁卖少两动作拢袂害啦，吼，害我一个路啊，我讲来，两百起卖两百是开两百，再一再两百好无两百，海龟只个千八就是两百，倒来，咱就即落物件无来，我讲来，要食就食，看啥物食啦，就两百倒来，两百块来倒，买啥物食啊？那么快？你妈说你，你妈有在？我就食两百块，海龟只个千八，啥物食两百，有人要害无？无要，海瓜子千咯，两百。无要，安尼好来。我你讲吼，卖阁加讲啊。恁在做，我你讲煮只蛋花汤，吼、哦，炒只面，煮只辅料食，煮只火锅拢用得着啦。我你讲啊，卖啰嗦啊。看啥物就讲，煮两百，煮两百块啦。看啥物食啦，海瓜子千咯，有人要来无啦？海瓜子也千嘛，两百块。再食啊？他只是随便乱讲。两百，有人要来无？我条过来卖饭好无？记得卖拖面，好不好？两包就一个对啦，还佫只个千八，两包。
来，好、哦，煮汤煮糜啦，清汤就好来，200块来就好来，200。下一个来，来大来。来，别吃来大来。棉织手袋，工作用的。来200来。来200。好、哦，下一个来准备好了，200块，来我一千六。这一个人200块，啥要吃来？海龟子还没有大，去送来。来，今天的大肚。快弄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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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吃鱼汤来无？要吃鱼汤，我招一100块来倒，100块鱼汤，什么吃啊？我招一100块鱼汤，什么吃？100块来倒来鱼汤，来就说无，我招一100块鱼汤，我招一100块，什么吃啊？小胖，小胖这几天不好。无啊，无，来吃来。来，要吃鱼汤，我招100块鱼汤，什么吃？100块，还有要吃这个吗？我招一100块鱼汤，什么吃？100块来倒，鱼汤我招一100块鱼汤，什么吃？1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啊，多来，多来，来。要吃鱼汤，我就100块鱼汤，什么吃啊？100，有人要来无？鱼汤我就100块鱼汤，什么吃啊？100块，过来吃这个物件来无？啊，吃啊吃啊，来，好，来，过来吃鱼汤来无？要吃鱼汤我就100块鱼汤，什么吃啊？100块，多100块，来吃鱼汤来无？100块，谁知道？鱼汤我就100块鱼汤，有人要来无？无啊哈，鱼汤100块无要吃啊哈，我少一个无啊哈，来交过来，时间不够，快点来，来，今天有带排骨吗？铁路，来喽，来。林大，今天没有铁路排骨哦。来，他们讲完那个，讲完那水果。嘿，煮汤啊，煮汤啊，煮汤的。哦，煮汤的，快叫我吃煮汤的啦，好不好？反正要吃阿爸饭啦，哦，阿爸饭煮汤的啦，吼。哦，阿爸饭啦，要吃阿爸饭，就不要来，都快叫我吃阿爸饭啦。卖我一包卖偌济300，来吃无？阿爸饭，你在做还要吃阿爸饭的，无就一个300块，200。要了丸子，煮只火锅，煮只汤来，200。人要来无？150来，我讲来啦吼，今日食两包起袂400，开300，好无？阿爸还啦，开300，开150来啦，要食无？200倒200块，200块，下就坐，200块啦，阿爸还。干嘛？我刚才煮。啊，你还要食我无？阿爸好就坐200，阿爸还。啊，煮火锅还要蒙人吗？哪里？今天在台中的大肚。大肚市场的前面，大概50公尺。我讲吼，我嘛不甲恁加讲啦吼，我才剩14包尔啦，哦，剩10外包尔啦，佫卖无几个人啦吼。佮想要食，倒去食看卖，莫加讲啦，200块来啦，100块来倒来，我再来100块啦，阿爸还啦，有人要吃来无？阿爸还？袂瘾袂，啥哩袂？我袂瘾袂，啥哩袂？去死人！你无要吃我啊？肉死啊！我讲真的，来啦！我讲来啦！来咧！我讲食不啦！去死！我讲真的来啦！好不啦，你看现在食不啦鱼的啦！好煮，咱一看上啊煮上些啥哩吧？我讲真的啦，无功夫啦，唔免抬啦，啊要抬唔抬在恁啦。安尼好无？卖讲一斤卖偌济，市价一斤200，是只300，只鱼啊五，只200，只100就好啊！看只100块来啦，咱就这个物件就100块啦。哦，不拉鱼啊！咱就不拉就100块，不拉鱼，什么吃100包啦？啊，我讲，我就吃羊肉，我只吃100，不拉鱼啊，100块，咱就吃无？不拉我就是100块来倒，想吃谁？感觉那卖太普通，那个炖。安尼我了解。卡卡。恁娘天气，恁大家拢对你叫伊，咱讲真的。刚才是大哥说，连拿钱都手都很僵硬。咱讲真的。啊！食迄个不拉鱼无？猛食不拉，阿乖来，天气两公斤的来，加一挂落，米一挂落，100块来得啦。啥物事啊？要食100来得啦，100块。好，我食不拉鱼，我就100落，不拉鱼100块。有哪要炒的无？老板，不拉鱼100，炒一挂葱啊，煮来100来，落死。来，哦，我无炒菜了。好啦，要食不拉鱼，我100块来得啦。炒一挂葱啊，煮好食，100块不拉鱼。再食不拉就100块，有哪要爱无？不拉一百，不拉一百，不拉一百，不拉。林辉达，
等到没人要伸手拿口袋，拿口袋的钱。别跟你开玩笑啦吼，那么现在别跟你开玩笑，阿爸阿妈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像啊吼，像我头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好不好？哦，今仔礼拜啦，佫拄着寒流啦，无人较早起床的啦。哦，今仔考不好，到十二点可能袂咧，讲真的啦。我讲来啦吼，迄个即款啥物食好食啊？油条排骨啦，等于补一下好不好？好补一下啦。我看要吃无，我那个家属个平个糖哦，小弟生日啊，这不功夫啦，我来。要吃我讲来啦吼，一包两斤重啦，莫讲卖300，开200好不好？哦，200个迄个要炖排骨啦。我要炖排骨啊，一包200，恁家小汤袂歹，我一个啦吼，200卖400，开300，要吃300，无吼，200300无吼，伊还讲一个啦，什么特色？我就吃较香的，好啦，我想要吃200的，都200块，要吃无？要炖排骨我就吃200，你若这无就吃200块要炖排骨，我想要吃200块，你吃无？200块要炖排骨啊，你来无？200，来吃无？我就吃200块要炖排骨啊，嗯，无吼，要炖排骨我就吃200块才话吼。要炖排骨，我就一两百块，我们才话哟。但我讲来，要是贵，咱讲真嘞，伊都三点钟无卖着物件嘞。咱讲真嘞啊，来，我这块有小家电的无？但你来走，我带你吃，一百块来就好来，一百。怎么了？这些人家不啊，明明都有人，啊，明明都无有人，啊，无爱插潲嘛。咱讲真嘞，现场开无嘛，佫头15、20个啊，对无？咁咪气死！咱讲真嘞啦，我讲来啦，真正你去到佫就等下样。咱讲一句也无算命，咱讲真嘞啦，我讲来啦吼，即乌衣标啦，吼无改啊啦，白大，吼煮酸啊，姜丝麻油酒尔啦，对啦吼，吼麻油酒啊，酸啊，安尼尔无别项啊啦。你要食好迄个乌衣标的无？吼一包外重3斤重啦。